总有一天你觉悟啊，你觉悟了，你这一些不善呢，都放下了。所以善是真的，不善是假的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，人很好，好人。啊，喝酒喝醉了，发酒疯。啊，你知道这个人很好。啊，他这个酒醒过来之后不就没事了？啊，何必去计较呢？啊，今天我们看人，造极重的罪业，都不要放心上。啊，就像我们看一个人，很好的好人，啊，酒醉了之后再发酒疯，等他醒过来就没事了。啊，佛菩萨看这一切作恶的众生呢，就是这个看法。啊，所以永远慈悲呀，探寻机缘，善业无过云清净，善业就是身口意。啊，底下讲，盖为身口意善业皆无过失，这是菩萨。啊，最低的阶位，阿罗汉，阿罗汉真的做到了，有清净土啊，有清净土，指净土，清净身，指佛身，清净人，指如来。这是叫清净标准呢，就是善业无过失啊。啊，善业无过失是人呐。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人是佛。啊，清净身是佛身。这个佛天台大师跟我们讲六种佛，啊，礼即佛，这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跟我们中国人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是很接近的。啊，人性本善啊，啊，这是自性。变成不善呢，是习性。不是你的本性啊！所以佛菩萨看人，心地永远清净。为什么？他看人的本性，他不看习性。为什么？本性是真的，永恒不变的。你现在虽然不善，那不善将来你会变善啊！你为什么不善？你迷了吗？总有一天你觉悟啊，你觉悟了，你这一些不善呢，都放下了。所以善是真的，不善是假的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，人很好，好人。啊，喝酒喝醉了，发酒疯。啊，你知道这个人很好。啊，他这个酒醒过来之后不就没事了？啊，何必去计较呢？啊，今天我们看人，造极重的罪业，都不要放心上。啊，就像我们看一个人，很好的好人，啊，酒醉了之后再发酒疯，等他醒过来就没事了。
啊，佛菩萨看这一切作恶的众生呢，就是这个看法。啊，所以永远慈悲呀。啊，没有把这些恶人、恶事、恶行放在心上，绝对没有。他要放在心上，他的心被染污了。啊，只有迷失自信的人，才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，不值得了。自己的心、良心呢？变成别人的啰嗦桶，你说这聪明吗？啊，自己的良心、善心啊，去装别人的啰嗦，装别人的染污，就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佛，怎样看一切众生？啊，佛眼看一切众生，全是佛。啊，看一切事都是好事，对，人人是好人呢，事事是好事，啊，作恶也是好事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好坏两边都不可得嘛，哪一个化身菩萨不是入不二法门吗？入不二法门，两边都立了。中道也没有啊，真正清净心现前，啊，所以从阿罗汉以上，三业都清净了，啊，越往上面去。那个清净的程度就越深。下面句往生论，啊，往生论为三种庄严，入一法句，一法句者清净句。这三种庄严，我们前面学过，佛庄严。菩萨庄严，国土庄严，啊，这三种庄严，啊，入一法句，一法句呢是清净句，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个是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啊。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此于体中庄严清净，妙合天然。三种庄严者，无量庄严也。啊，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、国土庄严。啊，每一种都是无量庄严。今其如一清净句。啊，三种庄严。入一清净句，是一切一切皆已。啊，翻过来一切一切，这叫不二法门呐。啊，那么这个清净，我们从意思里就讲，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。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常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
不是从外头修来的，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把障碍放下了，它就现前。啊，又经云：“心净则佛土净，表一切一切。”啊，华严玄旨啊，于又于此处见之。啊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这一句话。古来祖师大德在讲经教学著述当中引用的太多了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一句就很熟悉了啊，我们知道但是没做到我们心不清净，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清净。如果我们的心清净，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就清净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要能肯定境随心转，相由心生，也就是说相也是随着我们意念在转变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一就是心，一切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的啊，一切法不离一心，一心现一切法。这是华严妙智啊！啊，玄是玄妙啊！那么我们修学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那是方法，那是门径。修什么？修清净心。你就真正懂得我们修的是什么。清净心现前，无量功德了。啊，人心清净了，身当然清净，身心健康啊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啊，现在西方人非常重视疗愈。啊，这病痛怎么治疗？怎么把它治好？心清净全都好了。啊，他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了。啊，这是一个新兴的科学。啊，都注意到了，做过很多次的实验，证明这个意念呢，有很大的能量。哎，还继续不断的这个在做实验，我相信两三年一定就肯定了，确定了这个新兴科学成立了啊，意念可以疗愈一切，不但身体里有病啊，你家庭里面问题，乃至于讲今天地球的这些灾变，意念可以能把它转变啊，所以现在重视祈祷啊，地球灾难太多了啊，发动大家一起来祈祷啊，有没有效？有效，我一点都不怀疑啊，但是这是治标不是治本，你几天不祷告他又毛病又发现了啊，所以他不是治本，治标有效，治本呢，治本要教育，佛陀教育
孔孟教育，孔孟教育跟大乘佛学教育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